大家好，我是激光大表哥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紫外激光打标机在适配剂上面的应用。这是我们的一款样品，然后这里面的内容呢，主要是标识适配器的电压、电流，还有一些厂家信息，包括3C 认证，还有二维码等等各种图案那些。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设备机台，这就是我们的紫外激光打标机。它的组成部分呢，主要由激光器、电脑、控制板卡、控制软件，还有冷水机组成。紫外激光打标机呢，我们也称冷光源。冷光源的意思啊，就是它对塑胶类材料的话，它可以做到无手感，就是我们在触摸的时候，基本不会像红光或者其他光源一样有那种凹凸感的感觉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手感的。另外呢，我给大家介绍这款应用在适配剂上面的一个产品，它主要是起到标识的作用，就是一些文字图案，包括3C 认证、二维码，还有电源电压的输入的一些标识，它可以做到是无污染，使用寿命长。另外标记二维码的时候，它可以起到防伪的作用。有的客户啊，他会连接他公司的 MES 系统来对产品实现追溯，所以我为大家推荐这一款紫外激光打标机。